不会自己反省。哦，我错了，哦，我忘了跟我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让他骂，因为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让他骂，他骂骂骂骂，我脑筋怎么想呢？我是这样想，哎呦，怎么怨气那么大呢？不给他发泄，他会生病的。他生病我更惨了，对，他生病媳妇要自己来了，那不行的，我就让他骂了，哦。他骂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应啊，你不回应他也生气啊。你当木头人他肯定生气，有时候点点头摇摇头啊。我太太那怀疑心很重的，他骂你是不是外面有女朋友，赶快摇头啊，这点错头我就完蛋了。他骂到完了我还端水给他喝，一定要骂到完的。我的心态很好，我心态很好，因为那个培宇也知道，培宇常听我太太骂我的，对不对？他骂我就不吭气，我就当哑巴了，不吭气。我性情很好，退让一步是很重要，因为他是你最亲爱的，你要接受他的好，你要接受他的不好，这很重要。不是接受他的好，你还要接受他的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亲爱的，你不全然接受，这点很重要的哈。这是很重要的概念，所以夫妻之间啊，能够让我这样推让一步 ，OK 的，海阔天空的，绝对是海阔天空的啊。我们再来跟各位谈，我们说体内的废物呢要及时离开，排尿、排便跟排汗，只有这三个管道。排汗你必须要运动，运动流汗是最好的管道。你假设平常体力不够，运动可能有一点困难。你要热水泡脚让自己流汗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外面有三温暖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但三温暖设备就比较贵一点。热水泡脚，泡到膝盖，让身体发汗，做运动发汗。利尿你肯定喝水要喝到足够才行，它就能够利尿。你喝水少就没有办法排尿，你的肮脏垃圾被堵塞在你的膀胱跟肾脏。通便更重要，我们刚一直提的排便最好到三次，所以我们讲说，第一个体内里外要洁净，这一点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必须要靠你的坚持，啊，一定要靠你的坚持。好，我们谈第二，用最快速度让酸性体质变成弱碱性，这怎么做？要吃素，就是吃素能够搞定。我们跟各位讲刚才的经验。内的经汤100%素，100%素。你假设能够把那个经汤落实一个礼拜，落实哦，我保证你体质从酸变弱碱，你相不相信？哎，你开始变苗条，通便顺畅，皮肤变好，我给你保证的，那是一定的啊，没有困难，哪有什么困难呢？没有困难。是你是说一周三餐都是吃那个，都不是别的，不是别的。一周刚刚说三天，现在是别的。一周没有困难，那个不难吃啊。你可以加一点那个比较甜味的水果，没有糖尿病的人哈，你可以加别的水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加你喜欢的水果，对不对？可以加点这个芒果啦，哦，加一点比较甜的那个翁来啦、凤梨啦、甘蔗啦。两餐吃这个，爱一餐吃。比较不会很难过有吃就能受益，你有吃就能受益，啊，你讲一天三餐有吃两餐就非常不错了，能吃三餐会更好，那是一定的。那么你说三天那个是怎么样，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出那个效果，会效果看得出来。那七天就是七天整个人会改变，整个改变、哦，七天就再吃一天。我们跟各位讲一下哈，我们跟各位讲一下那个精力汤哈，精力汤，那个精力汤，到底它营养够不够？要检查五大营养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怀疑到底它营养够不够呢？要检查五大营养。第一个，维生素、矿物质一点都不用考虑，为什么？因为蔬菜水果太多，对不对？脂肪来自于哪里？脂肪来自于三宝里面，三宝里面有个小麦胚芽跟那个大豆卵磷脂。或许你可以再加上一些坚果类，腰果啦、松子的，这样脂肪更够，脂肪会更够，对不对？蛋白质来自于哪里？蛋白来自于啤酒酵母，啤酒酵母就是蛋白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讲淀粉类，
第五类唯独会缺失淀粉，你只要吃了这一杯你觉得不够，你可以吃一个馒头，小馒头，或者直接加燕麦片，燕麦片加点进来，有种吉隆的燕麦片，那淀粉也够了、哦、有些人他想瘦馒头不要吃，有些人想胖馒头可以多吃，因为有些人 想胖跟想瘦他目的不同，你放会有点转变不一样、哦、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用精力汤来帮助你，用最快的速度，我们说每天三餐米饭面条不吃，饭菜不吃，只这个，你说速度快不快？当然快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很特殊的方法，它是用最快的捷径让你酸性体质变得弱解。再来一个，三餐营养要一百分，三餐营养一百分就要谈到全餐的概念。我们在座很多人 听过我讲全餐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主食五谷杂粮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蔬菜分五个类别，一利尿的各种瓜找一个，冬瓜、丝瓜、无瓜、苦瓜，利尿它就能够利尿排毒。哦，通便找一个，小芹菜啊、西洋芹啊、莲藕啊、牛蒡啊、空心菜、地瓜叶啊、竹笋、芦笋啊，它是通便排毒。第三，补血的，红萝卜、苋菜、菠菜、甜菜根，它帮助你补血用的蔬菜。今天用红萝卜，明天用菠菜，后天用甜菜根，变化。第四个，十字花科啊、哦，小白菜、大白菜。好、哦，芥蓝菜、芥菜，啊、哦，那个绿花椰菜、白萝卜、大头菜、高丽菜，绿色、紫色的，这是十字花科的。再一个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增加体力的地瓜、南瓜、芋头、黄牛、山药，找一个，这五个菜全部要到位，啊、哦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纸杯哦，因为耗水量很大。